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咧系非常之适合 batch cooking 嘅一个餸，即系咧一次过可以整一大烹，然之后咧就分几日食或者煮成几餐都得嘅。咁系非常之悭钱，亦都同时系好好食嘅一个日式嘅咖喱串。咁一齐睇下点样整啦 ！Let's come on in。好，咁首先咧，将我哋嘅萝卜咧就刨咗皮先啦，将我哋嘅蔬菜全部都去咗皮。好，将啲嘢咧刨好之后咧就切粒，比较细粒少少。好，今次咧我哋要半个洋葱，咁就都系将佢切粒就 OK 嘅。咁對我嚟講咧，因為日式嘅咖喱咧，最緊要咧就係佢夠甜，咁所以咧我係會落多半個嘅蘋果。咁你揾一個刨啦，咁你就將佢咧就唔使批皮添啦，咁啊洗乾淨之後咧就可以刨半個嘅蘋果蓉。咁咧啲蘋果蓉咧陣間就會轉埋落去個咖喱嗰度，咁咧佢會溶咗佢嘅，即系咧你係。食唔到會有任何蘋果粒，但係佢就有一種香味喺度。所以咧，我哋揀咖喱磚嘅時候咧，記得都要揀一啲甘口嘅咖喱，咁樣先夠甜嘅。咁準備曬啲嘢之後咧，就可以開始煮啦。咁啊，首先咧就開呢個中火啦，開中火，落翻少少油，將我哋嘅蔬菜咧就炒一炒先，等佢哋炒香。咁啲洋葱差唔多香嘅時候咧，就可以落埋啲薯仔同埋呢個甘筍。咁大概煮佢五分鐘到啦，等所有嘅菜咧都熱咗先。咁同一時間咧，我哋就可以煲定水啊。OK， 咁而家咧就已經煮咗大概五分鐘啦。咁你見到啲蔬菜咧已經係開始變軟啦，同埋開始香啦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落翻咧滾水，咁就冚過去，多少少都唔怕，因為佢陣間會煮走。OK， 咁煮滾之後咧就冚蓋啦，然之後咧就較細火，咁由佢慢慢煮，煮15分鐘到，等啲蔬菜咧開始軟化，然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加我哋嘅咖喱磚，將佢變成一個好好味嘅日式咖喱。OK， 咁咧而家咧已經整咗一段時間啦，咁我哋見到咧啲蔬菜咧已經係開始淋，亦都變得通透。咁就可以咧加入我哋嘅咖喱醬，將佢變成一個咖喱。咁首先咧就落翻呢個蘋果蓉啦，將佢撈勻。撈勻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熄火，然之後咧落翻咖喱醬，然之後將佢輕輕咁攪到佢攪勻為止。咁佢會慢慢咧變結嘅，因為個咖喱醬本身已經係。有曬所有材料，咁啊非常之方便，咁佢亦都會好快溶曬啦。咁開始變到咧越嚟越似一個咖喱，咁記得要 keep 住攪佢喎，如果唔係咧佢就會停埋一嚿嚿咧，就會變得唔均勻。咁攪到佢差唔多溶曬之後咧，啲咖喱磚差唔多溶曬之後，我哋就可以開翻細火啦。然之後咧就煮多五分鐘左右，等佢啲味咧開始融入啲蔬菜。OK， 咁見到咧。煮多咗幾分鐘之後咧，這個咖喱咧已經差唔多完成啦，佢已經變得結身啦，同埋應該係非常之香。咁咧，其實呢個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咖喱嘅汁啦。咁亦都有好豐富嘅蔬菜。咁你其實好簡單，可能整塊雞扒啊、豬扒啊，然之後加個飯，咁落啲咖喱汁就已經可以一餐。或者好似我咁，就整隻蛋，跟住之後落啲咖喱汁又可以一餐。咁呢個非常之容易整啦，亦都係。好悭时间，其实真系三四个字已经整完，咁亦都可以储起佢，可以摆几日，咁就食足几餐，亦都系健康又好味嘅一个餸菜咖喱串。呢个就系日式嘅咖喱饭，咁啊非常之好味，其实闻到已经知佢好香。我真的很喜歡一些是甜的日式咖喱，因為
係咯，其實食咖喱就係要甜噶嘛。即係如果你中意食辣嘅，不如食翻印度咖喱啦。哇！真係，同埋有啲蘋果咧，係你食唔到啲蘋果，但係就有種蘋果嘅香味喺度，令到呢個咖喱咧更加係提升。呢、這個咖喱真係唔錯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翻屋企試一下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